把这个植物的营养构造跟茎叶都讲完了。那接下来就从我刚刚跟大家讲，植物的根、茎还有叶，它里面维管束是连在一起，它才能够不管是把下面的水分跟溶于其中的盐类吸上来，或者是它叶变形光合作用，然后它要往下送，那全部都能够连在一起。所以它们的维管束啊，不管它叫中柱、叫维管束还是叫叶脉，它就跟我们的血管是很类似的，就帮忙在运东西。那当然对植物来说，它的维管束除了帮忙运输之外，它还肩负了支撑的功能啊，它还肩负了支撑的功能。那特别是对木本植物来说，那我们也知道木本植物是靠树干、靠木材在支撑，那那是什么？那是木质部啊，对不对啊？木质部也算是维管束的成分，所以其实维管束对植物来说很大的重点，除了运输之外，它会提供强固的支撑力。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那当然我们现在是从这个运输的角度来看，简单来讲就是要介绍维管束里面的韧皮部还有木质部，我们就是要介绍这两部分的东西。那我们就看到维管束里面的木质部，那当然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木质部它的重点除了是帮忙运输之外，它还多肩负了一个功能，也就是提供强固的支撑力，特别是对登陆了以后来讲，泡在水里面的话有水的浮力哦，所以其实比较还好。那但是陆地上的生物就没办法，它就要自己想办法，就没有办法靠水的浮力，它就要自己想办法支撑自己了。那我们讲到这个木质部，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它会不断的堆积自己的细胞壁，让它变厚，让它变硬。那当然它不断的堆的这个东西叫做木质素，它堆多了之后，它其实自己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壮，越来越壮，而到最后会死掉。然后呢，就死啦，然后留下自己强壮的身体，然后呢，他死掉，可是他就上下形成的管子，那就算他死了，这个管子还有用，就算他死了，他支撑的力量还在。那例如说像这个黑板，应该是除了有黑板漆之外，后面是木头嘛，对不对？你会发现这树都已经死了，可是他这个还这么强固，所以如果有我们这个木质的，例如说一般学校的课桌椅，不是很多是木头嘛。那这个也是曾经植物的木质部啊，你看它都已经死了，被切割了、运输了、制作了，它那个强固的支撑力都还在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木质部，那木质部呢，从运输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它的重点是什么？就是运水，对不对？运水，还有呢，还有就是这个溶于其中的盐类，就是溶于其中的盐类。啊，就是运水，还有溶于其中的盐类。那这个植物呢，它其实盐类就要靠主动运输把它吸收进来。那主动运输吸收进来，吸收进来的话呢，这个水的浓度就会改变，然后改变了之后呢，它其实就会跟着移动。木质部它的重点是运输水，然后还有盐类。盐类当然就无机盐类啊、矿物质啊，看你想要用什么词。然后呢，我们刚刚跟大家谈到一件很哀伤的事情，我用红色好了，因为它们通常细胞壁有这个木质化，有木质素，通常都会被染成红色啊、哦。所以其实我们就强调它是死细胞。相较于等一下的韧皮部，木质部都是死细胞啊、哦，木质部是死细胞。那它当然是运输水分的盐类啊，它是死细胞。死细胞当然就是没有细胞膜、没有细胞质、没有细胞核，它只剩下增厚的细胞壁了。那它们其实就会长大，然后上下会 相接成管状，所以虽然说它跟别的细胞比起来，它已经算是很大的细胞了，可是呢，从我们一般的角度来看，它还是很细，细的像毛细管一样，所以呢就会有毛细现象。这个应该在国中就学过，木质部就有两种细胞所构成、啊、它其实就包含了这个导管，然后呢还有这个假导管。那当然，现在不喜欢假导管这个词啊，现在就会把它叫做，现在就会把它叫做管包，啊，就擦掉了。那已经从上次聊到现在，对不对？只是想说每一次上课都帮大家复习一点点。好，那我们就看到，它其实细胞一开始也是小小的，然后慢慢长大，然后长大呢，上下相接的地方，细胞壁就会空掉啊，它的细胞壁就会空掉，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就是一个一个的这个细胞这样，然后就会接在一起，它就会接在一起。
一个细胞然后慢慢长大，然后细胞壁变厚了，然后接下来死掉就红掉，所以它就会上下相接，接得非常好，上下相接就会接得很好，然后这些都会全部空掉，这是细胞的边界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是一个细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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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要这样才对，就没有就空掉了，对，这就空掉了，空掉，所以就上下相接，就是植物细胞一个一个长长长，然后就长出一根毛细管，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导管就是这样。好，那另外的话呢，我们以前喜欢讲叫做假导管啊，那现在的话呢，喜欢叫做管包。现在喜欢把它叫管包啊，管包就是以前假导管。相较于这个导管是这样上下相接，对不对？上下相接，然后呢，相接地方的这个细胞壁消失。那但是对管包来说呢，管包来说它的细胞就是会长得两端尖尖的，它会长得两端尖尖的，然后不像那个会这样接的这么好，然后接下来的话呢，然后它就会彼此这样贴着，它会这样贴着，会这样贴着。然后学生在走的时候呢，其实他就可能这边啊，这边可能就这样直接下去，对不对？就直接下去。那这边或许走起来会稍微没有那么直，不过其实也还好，没有什么影响。因为对于裸子植物来说，裸子植物的话，它其实木质部里面没有导管啊，裸子植物都是这个，都是这个。可是你看它也很好啊，长得很高啊。对不对？全世界最高的植物是裸子植物嘛？是不是啊、哦？世界也啊，美洲水杉啊，就这些长很高的。那这些的话，其实它是裸子植物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那种没有很大的差别，没有大差别。那另外的话呢，它们其实在这个细胞增厚的过程当中，它其实就会有留下一些纹路。那一般来说，我们其实说它的细胞已经算均匀增厚了。可是你要怎么说它均匀？因为它一定还会留下一些纹路啊。可是我们以后在讲组织的时候，它们是属于后壁跟后脚比起来，它已经算是均匀了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又要强调它其实没那么均匀，所以表面会留下一些花纹，所以这个很麻烦。这个你单纯就问它细胞到底均匀还是不均匀，这个很糟糕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还有另外一种细胞叫后脚细胞，那相较之下，后壁细胞算是均匀。可是它就算再均匀，也不可能像我们人造那么均匀，所以在长的时候呢，还会留下一些纹路，所以它就有网纹、螺纹、孔纹，它们是属于后壁细胞，它们是属于后壁细胞，是属于后壁细胞。那它的话呢，就会有一些看起来像圆圆的一圈一圈，怎么样？那就可以想，像是这个细胞壁上面的洞。就把这个叫做壁孔，当然你也可以说它其实就是细胞壁比较薄的地方、比较薄的地方。所以其实有时候呢，它虽然说运输一定是有下而上，可是有时候它到了会往旁边，会往两边走，就是把水分送给别人。那当然还有由于其中的矿物质。对，以上讲的是木质部。那我们知道了这些名字之后呢，我们现在重点就开始来看它怎么样帮忙运输啊，这个矿物质的运输啊。那其实这个国中的时候大家学过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？水跟矿物质的运输大家还记得吗？它的水分在木质部的运输啊，它一定是单向，它一定是单向，它一定是由下而上，那它一定是从根、茎、叶，然后气孔这样子出去哦，所以它的运输是单向的啊。不过其实有人就不喜欢单向这个词。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，它其实偶尔到了以后，它要运给别人也会往左右走。不过我们强调它单向的重点是指它不会往下运，水一定是往上运啊。所以我们讲这个叫做单向。那水的运输它是单向，它的动力来源有三个，这个我就不用写了吧，因为国中就学过，就是根压、毛细还有蒸散。那什么叫做根压？那根压的意思哦，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前面讲根的横切面，这个水分进来。水分进来之后呢，它会有构造让水分进来却出不去。那你想看水分不断进来，它进来却出不去，水分就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就会往上挤。这个往上挤的力量就叫做根压啊，这个往上挤的力量就叫做根压啊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那水分为什么会从
土壤进来呢？水分凭什么要进来？所以有很大的重点，这就跟渗透压力有关系。那水大家还记不记得哦？这个我们不是有说我们会有浓度差，对不对？那浓度差的话，浓度高，渗透压高，渗透压是负压，不然会吸水。大家记得吗？所以其实根它就要努力的维持它的浓度高，它就要维持它的浓度比土壤当中的浓度还要高。所以呢，根就要很努力让自己的浓度高，然后接下来浓度高，渗透压高，渗透压是负压，不然会吸水，它就把外面的水吸进来。好，那这个一般的状况之下是这样子啊，不管是我们人浇水，或是老边下雨，那这样水下来之后，就是水变多，这个土壤当中溶液的浓度会比较低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根的浓度常常会大于土的浓度，那这就没有问题。那可是如果三天不下雨，五天不下雨呢，那水分蒸发掉，那土壤当中水的浓度是不是就会开始上升？那如果运气不好，上升到浓度既然比根的浓度还高，那就晚了，水就没办法被根吸收。更惨的是，它的一些水分还有可能会跑到外面去，在表皮皮层的水分可能还会跑到外面去。那但是也不需要太担心，为什么？因为植物的根部会吸收，植物的根部吸收也不是只吸收水，会吸收什么？会吸收盐类，所以植物就会努力的促进阴性扩散，或者是主动运输啊。但我们强调主动运输。它就会把土里面的盐类吸收进来，然后吸收进来之后，我的浓度是不是就比你高了，对不对？我先主动运输，把你的水分、把你的盐类吸收进来，然后吸收进来之后，我的浓度就比你高，浓度高，渗透压高，算是负压，不然会吸水，所以水就被吸进来。所以我刚讲半天的话呢，植物要吸收水分，还有溶于水分中的盐类，还要不要两个都花能量？不用，它只要花一次就好，它只要把能量花在把盐类吸进来。然后造成渗透压差，然后水分就会被动的渗透进来。因此，我们如果要花能量的话，那会花在主动运输吸收盐类，然后水分就会被动的渗透进来。所以呢，水就可经由渗透作用进入根的木质部，形成根压，促使水向上运输。那到底什么是根压？我刚刚就讲，它不断的把水吸收进来，然后呢，水又只能够进来又出不去。那只能进来出不去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有没有记得皮层最内层的一层细胞称为内皮，可以管制水分和矿物质进入中枢。它管制是怎么样？就让它只进不出。那只进不出，那水就会往上挤，这个就叫根压。然后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讲叶片，叶片会有蒸散作用。那对于植物来说，这个最大的力量就是蒸散作用，让它的水分往上拉，水分就会往上拉。那蒸散作用简单来讲是什么？也就是它这个温度啊、风吹啊，然后呢水分就会蒸发，但是从气孔蒸发。那你想想看哦，我一蒸发之后，我的水就变少，溶液的浓度就会上升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靠近气孔的地方，水分蒸发掉，溶液浓度就上升，浓度高，渗透压高，算是负压，它会吸水，就会把旁边的植物的水吸过来。然后呢，大家都是叶片，大家水都蒸发，大家都浓度高，渗透压高，然后大家都是会吸水，那到底要吸谁的水？就会吸叶片里面叶脉里面木质部的水。所以每一个叶片，阳光在晒，风在吹，温度在升高，都蒸散。蒸散之后呢，水跑掉了，溶液的浓度就会上升，浓度高，渗透压高，虽然是负压，不然吸水，就会把水吸上来。大家都吸哪里的水？都吸叶脉里面木质部的水，所以就有一个对于木质部来说，一条长长的毛细管，上面水分蒸发了，所以把水拉上去；下面盐类吸收进来，渗透压差水也挤进来，所以下面不断挤水，上面不断拉水。还有很大的重点就是它会上下相接，形成细细的管子，就是有毛细现象，它就是毛细管。所以上面的力量就能够连成一气，然后集于植物体的全身和基于根部，所以水分就会这样乖乖的这样就会被拉上去。那当然根压的力量有限，大概就几公分了不起几十公分而已，但是蒸散作用的力量非常的大，可以把水分从土里面往上吸到十几甚至几十公尺的树，水都可以这样子吸上去，所以蒸散的力量非常的伟大。所以我刚讲半天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重点，所以不管是蒸散或者是根压，其实它追根究底来讲，它的力量来源都是来自于渗透压差，对不对？都是渗透压差。不过当然了，这个最大的力量还是来自于蒸散作用。